美女，今天有点美。假偷。你不说谁知道啊？别说出去哦，说出去我告诉你。我要发出去了，要对人全部人知道了。300多块钱。在你身上假包也是真包。哎，人家说，人家就上一次我们买那个貂啊，嗯，买那个大貂，200元买的大貂，然后我们穿出去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貂，是不是真的貂？人家老看，结果人家上下打量嘞，扫描，还这样子，扫描，全身扫描，笑死了。我老板在这里自恋。怎么这么小个子？这小屁股可以吗？啊，挺翘的。啊，好香。好香啊。哪里有飘过来的香味诱惑人？我们闻着味道走过去吧。土豆吧，土豆。嗯，啊，好香啊！哎，太香了。哦，好冷啊！刚才闻着的就是这个。哇，有点辣哦。土豆儿，这一根，这一根。流口水。我也要吃，太辣了吧！你先吃一个，要不我先给你试一下吧。试毒吧，你先试毒。辣，辣，嗯，有点辣。嗯，走吧。算了，这都是你的吧。来来。别舔我。闻你的臭臭衣服，你看他是，你看骨头都看到了。是呀，是我。骨头，你看他肚子上骨头。别动，过来。先把他脚套上去吧。来。坐下。哎呀，你坐下。哎，对。哦，有点小哦。来，抬脚吧，姐姐。弯起来。他这个脚是太长了，感觉。对，太长了，套不进去。看炒菜。好消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到过美国香港的。这个